现在我们来分享美式发音技巧二。这次的分享是有关 e 和 e 它的发音区别的。那么在我们中国的英语老师和学生的脑海里，我们一致认为有 e 的长音和短音区别，然而并非如此，因为 e 和 e 它的本身发音音位就是不一样的。当我们发 e 这个音的时候，我们的嘴角要向两边张开呈微笑状， eat 吃饭。当我们发 e 这个音的时候，舌头要放松， it 动物它的发音， eat 吃饭， it 动物它，那么这两个音是不一样的。